THR10042EKI 哦，这个名字很难念。来，请问宝大玉山派跟阿狗狗卡哪一张比较好？阿狗狗卡，哎呀，你怎么知道我有准备阿狗狗卡？你应该都知道了什么事情吧？好，玉山派钱包、信用卡跟阿狗卡，我觉得你要把它当作是不同通路来使用。如果你只是想要就是一张卡无脑走天下，那你就办这张卡片，一张卡来用就好。但是如果你是要分门别类，比如说这张卡片它就是网购 3.5% 最高，而且它绑行动支付也是一样有 3.5% 的回馈，所以但它的上限是500啦，好，那这张卡片没有上限，所以我个人会建议你，如果你要最大化自己利益，最好是这张卡办下来就是网购，好，那这张卡办下来的话，就是这张卡优惠没有那么好的时候，你就拿这张卡出来刷，你就可以双赢，然后都拿到，所以我会建议你就是两张卡片都拿下来。好，那记得跟团要跟我这一团哦。好，这样你这个月有机会拿到那个iPad， 然后下个月就有机会拿到这个 Switch 这样。